大家好啊，我是空气先生啊，大家不用怕，空气散播这个环节不是要来播毒的，只是呢我想录一些关于疫情的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。今天偷下懒先，没有新闻啊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赞好和订阅啦。订阅制隔离那里有个钟仔的，按着了之后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的啦。订阅是不用付钱的。下集见啦，拜拜。